终于轮到你了。守了三把，终于轮到你中一条。又过来一个回了，然后又剩我们家回了。看一下这个满意的教友，先把鱼拿上来先别狂。中山最亮的仔。没看不到。哇哇哇！全部都在看。放了多少米啊？放了多少米啊？看到头。系啊系啊。个头啊。这就咁样照系咪啊？系咪咁样照啊？这样照是吧？特写。来个特写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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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几多啊，刘总？几多米啊？十米本来，而家去翻一百米。啊，又一百米啊？乱讲乱，乱讲，又三十了。刚才都十八了，又三十。又三十一啊？哎呦！好了，这条让你玩个过瘾。三十一啊！哦，又在出现了。我输就管不住了，我操！啊，收不动。等着出，有点大。收不动啊，收不动啊！啊，又出了，又出了。放了。把什么？啊，要顶住，根本收不动啊！来喷点水。来，谁给他喷点水？喷这喷香的。降温了，哇哇哇！这个烟雾效果像放电影一样。像放电影一样，还有三十米啊！哎呦，根本收不动。出去一点啊，看一下船底啊，看一下船底啊。就一点一点滴上去嘛。前面一点，慢慢的喷嘛，找一个会喷的，对，好，哎呀，收了收了收了，又顶住了，多少？哎呀，回到十八了，十八了，紧点啊，紧不紧？哦，紧不紧？可以了，吃定它了。在这，还没看到，十六米了。很烫啊！很烫啊！这后面很烫。后面这个太烫了，烫了，等一下把这器烧起来了。它顶不住了。手指就断了，手指就断了。见到鱼了吗？哦哦哦，往那边去了。过回来。哦，往这边顶过来。关键的时候可能要锁紧一点点。看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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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。别让他在船尾转那么久啊！哦，危险的，他们跑了几条都是这样啊，长江快走啊，没下下。要不要船工来一个这边啊？来来来，让船长来这边抄鱼。对对对，让他们来一个抄鱼的。谁的那条烟仔在下面啊？谁的那条磁带拉上来啊？让它收紧一点。有，快点，往外紧一点。哦，这杆子别榨干了。不行了，没锅嘞。顶住，顶住，不要给他找到船底。别给他找船底。好，顶住，顶住，不要给他找到船底。你找到船底就麻烦了。我讲过了。快赶快顶他，他杆又短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，顶不住的，顶出去的，顶出去的，顶出去。
哦，等下榨干了。好点了，今天有吗呢？没力了，收不动了。哦，进船底了，看着看着进船底了。咋办呢？哦，你找到船底就不行。好了，刚才那几条也是一样，找到船底就不行。又一条，这条太惨了。